有看过《东京甩尾》这部电影的，应该对这个里面韩哥所驾驶的那部很帅、很屌的双门跑车印象深刻哦。不过，或许很多人会不清楚说那部车到底是什么挖狗品牌哦，只知道那是一部很帅的，而且是黑橘色配色的这个双门跑车。 那不过内行的应该都清楚，说那是一部由 Mazda 的 RX-7 所改装而来。而这部车呢，在改装之后呢，你完全看不出来是原本的那部 Mazda RX-7， 因为它并不是全车的原本就是一般那种市面上的改装法，就是全车的钣金再加上。 所有的这种空力套件，而是你眼睛看得到的、手摸得到的全车的钢板这些外观哦，全部换成一个叫 veilside 的一个改装品牌。在今年1月以前的这一台韩哥的帅车哦，台湾一部都没有。 不过，台湾的某位疯狂的车主在看完这个东京甩尾之后呢，他也决定将自己的爱车，也就是 Mazda RX-7 改成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呢，在 veilside 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大众的品牌，而且在台湾也没有所谓的代理商哦，所以这个车主呢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这样的整套的这些改装套件。而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，透过朋友的介绍。 在香港的某家改装厂，好像有出这样的veilside的改装全车改装套件，于是呢就跟他沟通之后 ，email 来回了好几次，终于决定价钱，就把这组呢全车改装套件运回台湾来进行改装。这整套空力套件呢，台湾并没有任何一家任何改装厂有改过哈。 所以车主也是很头痛，说到底要请谁来帮他操刀。不过后来呢，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找到一家车友评价都很高的一个改装厂，那他就决定交给他负责所有的动作。而且在经过了1个月的施工、包含安装、烤漆之后呢，在今年的1月初，终于看到自己的爱车变得跟韩哥一样帅。不过呢，他并不想跟韩哥一样是烤黑橘色，他决定，才。 黑白郎君哈，他比较喜欢黑白色，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一样。